其实不应该开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是最好的，但是他没开，给你们开个达玛坎啊，929块，这个料子很漂亮的，老缅开了些窗，擦了些地方了。你们可能要知道一个事儿，达玛坎过来呢，很多都是开过窗的，老缅都擦过的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料型很完整，全身都是脱砂的，肉质起胶的一胶块，而且是很甜的啊，样子给你们看一下，非常非常的甜，起胶的一东西。但是呢，你们要知道啊，老缅有时候呢办些事儿啊，真的办的你摸不着头脑的，其实不应该开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是最好的，但是他没开。所以说这个料子呢拿过来肯定是开完更漂亮的啊，废话不多说，到底什么样，900多块，好吧，小万扔给粉丝的啊，实战出结果啊，完了之后开完给你们看。哦，这个达玛坎开完了啊，这个价位然后开成这个样子，真的超级有性价比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焦吧，焦不焦，肉眼可见的焦，自然光线非常的漂亮，压灯来看，漂亮吗？啊，很多人他们不了解这种东西啊，其实这种东西起货是超级合适的，超级漂亮的。你们完了之后呢，你们玩这种东西玩的少，很多人喜欢种水，我就喜欢种水，我就喜欢飘花，但是一般有花都有棉，如果说你抛完光的话，棉翻起来的话，这个东西它就不好看，你知道吗？或者有冰渣渣渣的，只能雕那种特别复杂的工去遮盖它啊，你像这个东西做什么都好看，后边可能要做货，做货的话我直接出成品给你们看啊。好了，非吃出品呢，必定精品，喜欢非吃的双击加关注，感谢。